300年有余，遵从古法料理，口感鲜美，胸弹有劲，回味无穷。邂逅宝岛美味，传承美食美学。一湾浅浅海峡，一场寻根之旅。自1998年，把台湾美食带到东亚文化之都泉州，成就了今日名闻遐迩的复兴乡。由传统的手工作坊转变为集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速冻食品制造商，产品畅销全国，已经成为福建省大型食品生产企业之一。每一款高人气的美食背后，都凝聚着复兴乡对产品品质的一贯坚持。优良品质从源头开始，复兴乡严格甄选上等肉类和绿色无公害蔬菜，注重原料品质监控，从源头上保证了食材的天然和高品质。从国外引进专业的生产设备，以独特的产品配方和先进的加工技术，完美保留食材的原味和精华，品质层层把关，让每位消费者都能品尝到美味而放心的食品。复兴乡汇聚行业顶尖的科研团队，不断研发口感、外观、风味都独具匠心的特色美食，品种丰富，规格多样，产品在同行业中始终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，充分满足现代人追求美味、崇尚品质的消费需求。复兴乡以多样的风味、美妙的口感及优良的品质，深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和消费者的青睐。即使远隔一湾海峡，依旧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、原汁原味的台湾风味，享受同样精致的美食体验。面对瞬息万变的发展形势，复兴乡正以昂扬的姿态开拓创新，用心研发每一道美食，用心创造优质生活的美食美学，不断把卓越产品送到客户身边，与所有伙伴共享价值与惊喜。